从家乡出发去槟城，从这个角度看槟城大小。到达槟城就先找美食，走来走去还是选择这一家。吃饱睡觉。The next day.起床第一件事先验一验，这样看安全了，空腹服用一包益生菌，一天的好心情来自好风景。早上来杯纯热咖啡，喝着热咖啡看着美风景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美好的一天从美好的早餐开始，来这里上很够力的课，上完会让你很够力的。行了，不急。拿上新衣服，赶紧换上看看。在我们会前会之后也不忘装逼，准备给伙伴惊喜。一切准备就绪。可以听懂吗？啥？听懂了？中了。